中银香港中史优二三奖学金是由丽骏教育中心主办，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中学生选择修读中史科。现在恭请丽骏教育中心理事会主席范徐丽泰女士致情，有请范太。好高兴呢，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大家在这里为我们第三批的中史奖学金来到颁奖。选读中国历史不容易的，因为想拿高分是很难的，所以你们很难得可以拿到这样的成绩。你们不单止识答，而且能够拿到高分，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做得到。所以首先我想大家为我们这一班十位同学难得的成就鼓掌。在这里我更加有个非常之开心的消息跟大家讲一讲，在高总的支持之下，我们继续会有再多三年的中银中史奖学金。多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这个的典礼，希望这个典礼是能够令大家开心，同埋亦都俾我哋年青嘅朋友一个鼓励，多谢大家。今次奖学金嘅得奖同学共有十位，第一位得奖同学系香港大学谢建豪同学、香港大学许翠芝同学、香港中文大学张洁仪同学、香港中文大学卓晓婷同学、香港中文大学赵冠浩同学、香港城市大学陈宇新同学、香港浸会大学徐浩威同学、岭南大学吴卓林同学、香港树人大学石俊彦同学。第十位得奖同学是香港教育大学吴卓林同学，恭喜晒十位得奖同学。